现在是晚上八九点钟，就我们想去吃海鲜焖面。好冷啊！你好。你好。未来城是吧？对，我到楼上去。你想吃啥？你说再点海鲜焖面跟炸酱面。对。这个是海鲜面，辣的，炸酱面就点个炸酱面吧。对，点一份。你是要吃辣了是吧？辣的就是这种的，这就中辣吗？嗯。这个几个肉了？我赶紧数一下几个肉。拿下一个肉，拿下一个六个肉。要不要用剪刀剪？你需要我就给你们剪，或者你需要我把剪刀放在这里，自己快擦剪啊！剪刀放这里。好的。来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加炸酱，加炸酱，还差一个肉啊？还有一个。对对对。谢谢啊。小丁你好会说。小猪你被录进去了。小猪这个我不会剪掉你的，我不会剪掉你的。你要是发了我跟你说什么去吗？我一个小小说话就好了。谢谢哟，谢谢哟。小猪会用个卡通小人物遮住你的小脸，好不好？是有点辣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有点辣。安龙是我的肉没下去吗？已经上了，已经上了。锅里吗？这个糖醋肉就是东北的那个锅包肉，一开始。这个小鱼非要剪，就你来，非要剪。是吧？其实这里面真没有什么海鲜，没有什么。那你说，这个跟我上次吃的不一样。把这冰撤了，棒棒，吃饱喝足啦，现在要去逛街啦，逛商场啦，来消费啦，啊，没买到东西，我们又出来啦，出来回家啦，回家啦，回家啦。哎呀，这边有一群跳广场舞的。他们穿的好少啊，我都穿大衣毛衣啦，果然比不了这群小年轻啊，老了老了老了。本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转发收藏评论关注哦，爱你们，不定时的更新，关注更精彩。